家好，我是 Miss On， 名字叫翁淑花。我在KTP and Company PLT 和 KTPA Tax Consultant Central Berhad 做 Account， 做 Handle Full Set Account 啦。在这里我大概做了两年五个月的时间。想回想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面，真的是不是一两句话就能够说得完我所经历的所有的挑战啊、欢笑啊，也是有流泪哭泣的时候，但是这所有的经历都是我在这人生当中一段非常难忘的回忆，所以我也是很珍惜在这两年多的时间，公司给了我机会让我学习到怎么样用 payroll system 来计算薪水，因为我在以前的公司薪水我都是用 Excel 来计算，但是在这里我学习到怎么样使用 payroll system 计算薪水，记录员工的 data， 然后准备给政府的呈报的文件都可以从 payroll system 里面拿得到，然后也学习到每两个月如何准备和成交税务 SST 的税务，以及在当中整个月当中有许多的 KPI report 需要成交，我也学习到怎么样的收集这些资料，然后将它整理好成交给 management 来 review， 所以这些学习到的经验我感谢公司给我的机会。在这两年多的时间，我也感谢公司和老板给我有机会在2022年的时候参与公司的 company trip 在刁曼岛。在这个旅途当中，我和同事们建立了美好的关系，加深彼此之间的认识，也加深了我们之间的友谊。在这旅途当中，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的欢笑，做了许多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，所以非常的开心，也非常的感谢公司给我这样子的机会。在这里我要感谢公司和 management 以及我的所有的同事对我的信任，对我的教导，对我给予我的耐心，在我的工作上使我在工作上我可以不断的进步和学习，所以对于大家给我的机会，这宝贵的经历我深藏在心里面，我非常的珍惜。在这里我要借着这个机会，我要祝公司的每一个员工和我们的老板，我们的公司，祝大家一切顺利，在接下来的旅途当中，大家都能够在旅程当中能够继续的成长，收获你们所要的满足，以及每天都能够快乐的度过。愿你们继续的激励身边的人，好像大家激励我一样。谢谢大家。